家好，我是伊嘎，又到了晚饭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现做的饺子，以前吃的都是春节那会儿已经包好冻好的那些，毕竟没有现做的好吃，所以今天晚上完事的也早，牛羊也喂好，所以要包饺子吃。这是牛肉，秋天握肉食的时候，把这个牛肉放进卷的这个袋子里，就是肉卷的这个袋子里，所以弄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。它不需要解冻，因为这个刀非常的实用，非常方便。它一切。已经用这个大刀切片了，所以用手切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。我们自己家吃的这个饺子、包子馅儿全是肉馅，全是手切的，因为手切的机器搅的要好吃很多，它会像机器那样搅的非常的烂，非常的碎。手切的是非常有嚼劲儿。菜可以用机器搅。准备的调料。很多人说这个柜子看着年代久远，确实是爷爷奶奶年轻时候的这个木柜，都是放了都是用来放粮食的。切条的这个面是这样子粗，切的时候一直稳定着这样切。这包是连锅不知道算的，哪是哪？这是臭包是臭的。欢迎进入到蒙古语教学环节，我们接着学习这个额头下面的眉毛。眉毛呢用蒙语说 红色，觉得这个不太标准的话，可以看下面我拼出来的这个红色是这样读的。